小姨夫也真是我的钱，你看你这人，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小徐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，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？他偷钱，王小倩啊，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？一分钱都没丢过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？王小倩啊，我宣布，以后少到我们家去。二姑子，我没偷，你偷了。 不是，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。你放了100块钱？啊，对，100块钱放进去了，那就不是你的了，跟你没关系。二姑父，我跟小姨夫爷爷。哎呀，我说笑。上一边笑去。我这是笑吗？小姨夫，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？一共475。哦，不对。 我放了175，我没看见。你到底放没放？二姑父，我真放了。你瞅好了，你搁这瞅好了。来来来，瞅着啊。我从兜掏出100块钱。对，你来，我要换零钱。好，我这么的，该出手时就。我来解释。他要往里放钱啊！我大喝一声，钱是不是掉里头了？掉里了。刚才我大喝一声，他掉一地。 是吧？往外偷钱了！啊，天，你还怎么解释你？啊，往前，行行行行行，歇着去吧你。嘿，小姨夫，哎呀，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。王小倩、估计也不是这种人，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。哎，你这样，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，快快给我，我有事儿，我得拿走。干啥？ 干啥呀？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呢？对呀，我每天都拿呀。怪不得呢，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？你给拿走了。是啊，我拿走的。二姑父，哎，你挺会做生意呀，啊，不花钱撞个好名声啊。你们上一点去吧，你小姨夫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解释什么？这个，你等会儿，我让你解释。 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过来看看，你叫人家出来干啥？你说，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。他呀，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，说为什么？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，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，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。 二姑父，哎，说别的没用，走，上派出所吧，走走走。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？我能解释，街坊邻居们，这个便民钱箱啊，是我设置的。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，方便大家。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，哎，钱就多出来好多。于是呢，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呀，哎，我给拿出来。这存了一个月，就是6000块钱。我拿着6000块钱啊，就到敬老院给老人买点吃的，买点喝的。 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，是用大家伙的爱心，明白了吗？谁信呢？你们信吗？没人信，没人信。我就知道你们不信。来，我每次去都有照片，这就是证据。来来来来，你也看看。呀，这不张大爷吗？假的，他花钱雇的。什么花钱雇的他？王小倩，你给我闭嘴！还有呢，我这有账本。 每一笔钱买的啥，谁接收的，证明人都有，好好看看。苹果、西瓜、上衣、假牙，啊，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。哎，哎，真的呀！哎哎哎哎，给给给，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 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，我也去看看他们啊！小姨夫，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。没有没有，我前日和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！我好，哎呀，行了，你赶快赔礼道歉。二姑，行，小娟你也用不着道歉啊！你不是要拿钱吗？那就是方便群众的，你拿吧，凭良心拿。二姑父，我不拿了。 我要向你好好学习，我再捐100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这小子行，已经捐300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大家咱这都是抢货的啊！我跟你说，哎。
大家捐呢要记住。行了，我跟你说，捐零钱，因为咱这是便民零钱乡，正是便民全乡为大家放点零钱方便花，每天多出几百块，谁干好事谁最帅。哎，谁最帅？我最帅，我当然帅。